赛罗，你就知道吃，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要吃，你给我赶快去跑步，今天不跑10小时你就别想休息。格丽乔大姐，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再跑呀，我都跑了1小时了，我确实跑不动了。什么？你这就跑不动了？你是要气死老娘吗？你给我使劲跑，你只要敢停下来我就给你打针，快快快跑起来。哎呦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个针管也太吓人了，我只有使劲跑了。怎么了小赛罗，出什么事了吗？什么，奥特曼都变成了稻草人还在那里一动不动？你快看呀，格丽乔妈妈，奥特叔叔们不知道中了什么黑魔法，他们全部变成了稻草人，麻雀站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没感觉，我们怎么叫他们他们都没有反应，小奥特曼们都吓坏了，都蹲在地上哭，你们快来呀。小赛罗你别怕，我这就带着赛罗过去帮助你们。赛罗你倒是快点呀，你的奥特兄弟们都变成了稻草人，你还在这里慢吞吞的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吃得太胖了，现在走路都费劲，想飞也飞不起来，我现在这个丑样子，你们还有人愿意帮助我吗？